尘走一遭，怎么能想齐和元年，先帝崩逝，右军即位，丞相全力扶持右军，一时朝局波谲云诡，几多臣服。大将军贺云硕被封安王，远赴边陲不毛之地，出入取粮，荒蛮迎面而来。取粮，地未开垦，人未开化，外有部落侵扰，内有蛮族纷争，贺云硕无意平乱，文以纳贤，德以服百姓，励精图治，呕心沥血三十载，终将曲梁建为一方繁盛之城。让开！让开！跟我来！让开！让开！躲开！小心！别跑！躲开！是贺呀！哎呀，躲开！别跑！别跑！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？你们谁敢对主家动粗？愣着干嘛呀？上啊！洛宰轩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啊，那顾不得了，给我抓住他！来，疼死我了！给我追呀！上！你还没动呢？不能碰，不能碰！老天有眼，罚您偏心。住口！这是你做女儿该说的话吗？是您先为了儿子把女儿给卖了。胡说八道！这怎么能是卖？老王爷来取粮三十年了，就这么一次选试，那多少人一辈子都赶不上的好福气，让你给赶上了。为娘绝不允许这机会让你白白错过。这样的福气，女儿不要。由不得你要不要。老王爷从来不选试，那这回也是君上特意下诏给王爷续弦。你去打听打听，为了进府选试，谁不是挖空了心思四处打听呀？要不是娘运气好，打听到三公子贺连信的姚夫人要扶植选女，咱有银子都没地儿使去。可我怎么听说姚夫人答应娘？
若是我被选中的话，就给我哥在府里谋个职位。啊，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又如何啊？家里养了你这么大了，为家里为你哥做点事情怎么了？哥，你要当官了，你快活吗？妹子，哥一定会记着你的好的。你们都快活了，那我呢？怎么样了？没有合适的。没有了吗？还有一个叫洛青莲的，他娘削尖了脑袋来报的名，可不知为什么没来。不中用呗，怕来了也登不上台面。夫人恕罪，奴婢前几天伤了手指，不小心的。一天天的什么都干不了，手指伤了，那还留着他做什么？夫人，来人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不要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救我！夫人，夫人，来人错了！夫人，夫人，不知这画像上的人是谁啊？为何非选像他的不可？这画像上的人是王爷的病，也是公子邸的命。王爷，世子和四公子来探望王爷，在门外候着。玉德成。在。今儿初几啊？回王爷，今天初一，近九月了。近九月，三十年了，你都走了三十年了，我也老了。但我还经常想起你，想起我们曾经相伴的时光。王爷，谁都不见。每年的秋天都是道坎儿，王爷惦记襄王妃临终的话，总得病上那么几天。父亲对先王妃情深，二哥好福气啊！哼，什么福气啊？不就是个没娘疼的人吗？对了，我听说啊，父亲正在请诏给成年的公子封爵呢。大哥是长子啊，能封个郡王。四弟，你贤明远播啊，说不定能封一个昭德将军呢。哎呀，我这个世子之位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到你们手里了，是吧，老四？二哥真是说笑了，二哥德才兼备，又深得父亲宠信，兄弟们哪敢有染指之心啊？那倒是。拿的什么呀？哦，是送给父亲的吧？
有心了。父亲在病中，怕是也没有心思。如果二哥喜欢的话，就送给二哥了。确实不错，哼，可惜啊，连个正主的命儿，我给你换个黄金笼子啊。老三，原来是世子跟四弟啊，你们干嘛在这儿乘凉啊？来来来，叫几声给他们听听。哎，三哥，哎。都说三哥闲事，没想到三哥才是最有心的。有心？有什么心啊？父亲最近心里烦闷，有这只鹦鹉逗趣儿，估计心情啊一下子就会好起来了。哎，等等，谁说这个要给父亲的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这父亲哪喜欢这个？你们都不知道这只鸟多难弄，为了让他讲话，我已经半个月都没睡好了。老三，嗯，这鸟不错，你要是送给父亲，估计一高兴，说不定封你个正骨将军。别，都别带上我啊！我连鸟都喂不过来，什么大将军呢？哎呀，都说老三是天下第一贤人，我看一点都没错。来，李乐少，把这个给我父亲。就说是我送的。老三，哎，回头带上鸟来我府里喝酒。好，来叫一声四弟听听。哎，不争气。哎，行，你们聊啊。三哥慢走。哎，哑巴啊你。总管，修公子，父亲是否真心愿意续弦？王爷是否真心，老仆不敢妄加揣测。此次君上体恤王爷对先王妃的相思之苦，特下诏为王爷续弦，只是希望为王爷找个人能待在身边，陪他说说话，解解闷儿。老仆只希望，明日有哪家小姐与先王妃长得有几分相似之处，也能解解王爷相思之苦。我答应去雪市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哥哥刚才来是跟我道别的，我真没想到，我一片真心，他竟然如此懦弱。莲儿，那咱这就去信公子邸，别让姚夫人久等。哎，等等。我说去选侍，可没说去见姚夫人。你摔糊涂了，姚夫人在王府那可是手眼通天啊，只要她一句话，选侍的事就板上钉钉了。我要是没本事自己选上，就算进了王府又有什么出路呢？再说了，让我一辈子受姚夫人摆布，我可不干。今日初选只是例行检查，诸位小姐不要紧张。初选过了，数日之后就是复选，万幸被王爷选中了，就可以进府做夫人，做妾室，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。第一组，刘。第二组，傅卫。给姚夫人请安。不必了。
给四夫人请安。大人不必多礼。四夫人也来了。四夫人真是有心啊，事事都不忘替修公子操劳。姚夫人对三哥不也是一样？对了，好些日子没见三哥了，不知他最近又添了些什么玩物？还能有什么呀？就是变着法儿的带回些首饰。哎呀，我只有一个头，一双手，你说怎么带得完呢？倒是像四夫人这样素素静静的也挺好的。夫人真是好脾气，她只是个侧夫人，仗着爹爹有些势力，竟敢跟夫人这么嚣张。他爹是南京按察使，连王爷都要让几分，他也并非没有嚣张的资本。谁嘲弄公子都没有他四夫人的份儿。想当初公子对他，公子对他怎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奴婢该死。信公子每天不务正业，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贤妇公子，可咱们家公子呢，是人人称颂的贤德公子。行了，去找吧。给我一个个找，要是让四夫人得了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该死。是。怎么样，找到了没？回夫人，真人与画像相差太多，奴婢实在是找不着。不过听说那清康殿的警方嬷嬷曾经是先王妃身边的人，要是……要是什么？要是请得动他，我找你们干什么？夫人您消消气，我看那四夫人也没讨到什么便宜。没办法了，像的找不着，就只能找个貌美的了。把头抬起来，姚夫人在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大胆，你竟敢故意跟姚夫人作对，还不快把手放下！我让你把手放下。湘云样貌丑陋，她惊扰到夫人，所以才遮掩的。长成这样也敢来选侍，还不快滚！是。等等，走吧。
整个曲梁，就找不到一个像他的人。您是姓公子底的姚夫人吧？我是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来转告夫人，刚刚被您赶走的玄女，和先王妃有七八分相似。你见过先王妃？容貌相似倒不稀奇，最难得的是气质神韵，举手投足和先王妃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是警方嬷嬷吧？请夫人转告信公子，他的人情奴婢还了。夫人，那丫头脸上有那么大的印记，就算再想怕也没什么用处吧。这府里的女人啊，就像这树叶，春天长得再好也躲不过秋天落下的时候。奴婢有时候在想，那些挖空心思留下的和想尽一切办法落选的，到底谁才更聪明？奴婢告退。他是想落选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被赶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长得丑。啊？这王府的人眼睛都瞎了。还不走？要不你自己进去试试。小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落选呢？准是哪个王八蛋使了诈。坏了，夫人炮都买好了，就等着王府回去报喜呢。还不上来。哦。吕大夫，吕大夫，我这病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全曲梁最好的大夫是这么豪迈的。选完了吗？嗯。选中了？嗯。这吕大夫的药啊，这么灵验，真的。很难被选中，真的。你的脸疼不疼啊？就算再疼，我也不怕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对不起了，各位街坊邻居，我吕北翼今日有喜，停业一天，请大家明日再来，药费诊费。分文不取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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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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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果然没什么意思，夫人，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骗王爷。知道欺骗王爷，还不去报官了？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。女儿不孝，对婚事自作主张。嗯，不是，这个易哥哥，他虽然只是个大夫，但是是全曲梁最好的大夫，而且他也不是没有才华，从天文地理到治国之道，在亲人里都挑不出他一个。而且他不想考官，是因为跟女儿一样看不惯官场的黑暗，只想坦坦荡荡的做一个普通人。女儿不求富贵，但求一片真心。求一片真心，我何尝不明白呢？爹是看着北夷长大的，这孩子不是什么池中之物啊。这世上的成功，不只有做官这一条路。我俩的眼光，又怎么会给我找一个差女婿呢？爹，答应了，爹，你答应了。爹啊，这心里不安呐。爹有愧于你啊，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。谁说没有嫁妆的？女儿最好的嫁妆，
就是有一个好爹爹。私受贿赂，该当何罪呀？爹，哎呦，太奇怪了！你抓住他了？骆大人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？贱内自作主张，打扰了姚夫人，还望姚夫人不要计较。他从您这拿的赏，我原样都给送回来了。犬子本来书就读得不好，就不劳姚夫人费心了。骆大人果然是更疼爱女儿，这儿子的前途不说，连尊夫人的命都不要了。如画，嗯，骆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不会不认得这天清会的反贼吧？再看看资助人的性命。是骆夫人呢。怎么会？口说无凭，签了这份契约，我才好给令郎安排差事。夫人，奴婢可听说那骆展轩不学无术，是个赌鬼呢。哦，有这回事儿？那得重新想想。拿回来！别别别！姚夫人，您骗我，您让我签的根本不是什么保证书。这才是最好的保证书。资助天清会反贼，最少也该是斩立决吧。给他松绑。骆青莲、骆荣宇私收贿赂，证据确凿。
我手上还有你母亲与天津会勾结的证据，你看着办吧。莲儿，都是娘的错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该把你的一辈子都搭上去。我给罗家抹了黑，给祖宗抹了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姚夫人，我答应了，但你也要保证一件事情，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再为难我的家人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在王府待着，我就不会为难你娘。来人，把他们送出去。等等，一哥哥，你怪我吗？我当然不会怪你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只会怪我自己。里外带他们走吧。里外合，请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着急，公子。公子，这让我明白。你就是贺连信。大胆！贺连信。问信公子安，上次的人情奴婢已经还了，还请信公子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执意要保小公子，我们谁也拦不住他。
舍得抛下我。我也不要难过，要保住好身体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原谅我先走一步，但叫心思今天见天上人间，会相见。福儿，这是王爷和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从那天起，王爷就捧着小姐回来，盼啊盼啊，一盼就是几十年。我和先王妃真的有这么像吗？奴婢陪了小姐十几年，从容貌到性情，没有人比奴婢更清楚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些年许多公子夫人来找过奴婢，希望通过奴婢这双眼睛找一个和小姐相像的人，去王爷那里讨些好处。奴婢怕玷污小姐，从来就没答应过。可那天见到你，从容貌到心情，怎么就能和小姐这么像？锦芳嬷嬷，方才呢，我擅作主张，给你请了几天的假。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。现在就可以，就可以出府休养。奴婢愿随信公子出府，祝青莲小姐中选。谢青莲小姐，嬷嬷小心，入戏真快。嬷嬷人不错，忠义，厚道，还有姚夫人，漂亮能干，你身边的女人都不错。哎呀，我算听出来了，你是说我自己没本事，要靠女人是吧？我要真这么想，新公子才会高兴吧。嗯，你找我来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锦芳嬷嬷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了讨好我父亲呢。别的公子或许是，但信公子你一定不是。王爷治理曲梁并不昏聩，别说是一个像先王妃的女人，就算是先王妃自己，王爷也未必会听。信公子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贤公子，怎么可能为了这么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冒险？要不然为了什么呢？我听说先王妃薨逝没几天，王爷便立了世子。这么多年世子娇蛮放纵，可王爷依然对其寄予厚望，谁都明白这是念了先王妃的旧情。可现在如果出现一个女人取代了先王妃，那么世子的位子还保得住吗？
梦的城市的美为何而在，素袖守住心中执着的黑白，才晓得大道之间是爱。当月似云深般涌来，无论经历什么无法徘徊，江山海浪何奈，我对你的诺都在，无惧这突然世道阻碍有几债，叶落星散明爱，我对你的诺都在，生生